禧攻略已经播了一半，而全世界最好的皇后也马上就要下线了。而且据说她的离开是由尔晴间接造成的。为什么一直被皇后当成亲姐妹的尔晴最后会害死皇后呢？其实我们都知道，尔晴最后是黑化了的。她害皇后就是因为她的自私。虽然电视剧还没有播到这里，但是网上已经有各种剧透，再加上延禧攻略同名小说里面的情节，所以基本锁定皇后的二儿子是被黑化的纯妃和尔晴联手害死的，然后皇后受不了也离世了。其实尔晴对皇后已经没有真心了，从她对魏璎珞一直多加照顾开始，之后傅恒为了保护魏璎珞要娶尔晴，遭到皇后的反对。其实皇后这里也算是为尔晴好，她知道傅恒心里根本没有尔晴，这对尔晴不公平。但是那时的尔晴一心想要成为傅恒的妻子，自然对皇后不满。之后尔晴成功嫁给傅恒之后，并没有想象中的幸福，傅恒根本就不喜欢她，也并不打算和她有夫妻之实，不管她怎么哀求都没用。虽然看起来这样的尔晴是可怜的，被自己的丈夫当作工具利用，但是她也并不尽然。很多人说尔晴真的爱傅恒，但是我却觉得她更爱的是傅恒夫人这个位子。当初尔晴在皇后怀孕期间想要勾引皇上，但是失败了，在这之后她才想要一心嫁给傅恒的。可是结婚之后发现傅恒并不爱她，于是就怀了别人的孩子来巩固自己的位置。这样的一个人其实相对来说更是可恨。傅恒知道孩子的事情之后与她大吵一架，这时尔晴娶了皇后身边，想恶人先告状。但是皇后虽然善良，却也是最聪明的人，从她之前对魏璎珞的那些小伎俩中就能看出，所以复查皇后应该是猜出尔晴背叛了傅恒的事情。这样一来，尔晴自然与皇后就变成了敌人，她一心想要成为人上人，要是这样的事情被皇上知道了，她的下场一定很惨，还会连累自己家人。要知道皇上是最爱惜富察一家的。还有一点就是魏璎珞，预告中我们看到魏璎珞打了尔晴，让她不准在长春工作威作福。这里的尔晴对魏璎珞已经满是恨意，她是想要报复魏璎珞的。尔晴知道魏璎珞最在乎的人就是皇后，那么伤害了皇后，不仅自己能保命，还能报复魏璎珞，她为什么不选择这么做呢？更何况她的身边还有纯妃这样一个女人，纯妃在她的耳边一撺掇，